记者曾德荣台北报道。何豪杰近来趁《幸福来了》杀青空档，进入疯狂睡、疯狂玩休假阶段。他上周带儿子布丁 QQ 到宜兰乌石港冲浪，开心表示：“小六跟小一的儿子遗传我的运动细胞，上了3、4次课有这样的成效，真的很骄傲。”何豪杰为了留念，还特别带了专业相机，结果只顾狂拍儿子，把老婆和嘉欣冷落在一旁。他笑说：“我站在海中按快门，拍了大概快700张，这一辈子还没拍我老婆这么多照片过。”何豪杰表示，他和老婆有共识，不会因为担心危险，就不让儿子玩海上运动，反而放手让他们自由发展。毕竟孩子还小，尤其是小儿子才小一，看他们在海上冲来冲去，爸爸还是心惊惊，但他们表现真的很棒。当年两人先上车后补票，接连生了2个精力过剩的儿子，和豪杰早有自觉，在老二出生时就开始练跑马拉松锻炼体力。我们冲完浪还要玩海中摔跤，我拍戏回家还要陪他们摔跤，两个儿子会跳到我身上要我同时背他们，我这瘦子要练得像巨石强森才能带这两个宝贝蛋。和豪杰的宝贝儿子冲浪。民事提供。和豪杰趁住八点档杀青空档，带住两个宝贝儿子度假，享受父子温馨时光。民事提供。和豪杰趁住八点档杀青空档，带住两个宝贝儿子度假，享受父子温馨时光。民事提供。